东方卫视跨年阵容再添重磅，周深、李克勤、那英都来了，还有不到一周的时间就跨年了，各大电视台的跨年晚会也正紧锣密鼓的筹备着，而参加晚会的名单也在近日陆陆续续对外公布。今年的东方卫视下了血本，每一位公布的嘉宾都带来无限的惊喜。前不久才公布了肖战、朱一龙等人气明星将出席晚会，近日放出的名单更是为跨年阵容再添重磅，一眼望过去全是实力与偶像兼具的明星。今年东方卫视打造的一档热播节目《我们的歌》广受好评，节目中请来的每位歌手以及每首歌曲的质量都非常高，而参加节目的歌手自然在东方卫视跨年晚会的受邀之列了。除了早已官宣的肖战之外，阿云嘎、周深、那英、李克勤、小鬼王林凯、黄凯芹等实力唱将也相继官宣，